苏法公路往来老沙的路段，警察组是高得的，为了爱向警察低调，判了两年的中国代替艺术馆，应该是头一摆群作品带到的法典府邸。参观地方还推出了特色天桥示范作，而来搭配农分比韩国地秀部署亚洲中央的振兴方案，该促强的而来带动地方观光的发展。凤仪区白色街母亲吊儿筹备起来，搭配福利63山脚下，董崇礼街自然提供相应注意。也是今年将规模街中国台地艺术馆都推动之外，挑一百多发展13街艺术品。艺术品的设置地点，我们都选在农村的秘境，所以跟63的农村体验是非常密切的结合。因为年年天灾影响，花莲观光客少加众多，福利罗山农民起小站业绩很快系下降七成。台铁艺术馆结合农村体验，也系希望多批出旺季带来人潮。其实住宿又有补助，玩也有补助，所以对他们来讲还蛮可以的，慢慢一点点的在增加了。昨天艺术馆福利农会推出舞龙创作，也先到挑动舞和国家世界登场，主打彩体时吹夏季寒天，再加上有机罗山村的天然景色，引筹出特色化游场。也就用我们花莲在地的食材，尤其是用我们富里的在地当季的食材，怎么跟我们的法式料理跟意式料理融合在一起的？有加当然，嘿，你这个就对花莲有信心了。希望老游客带入到花莲，花莲观光业者也完善善用彩体特色，用法通国家上春运的方式，提高游场风景图、老年前途，强化民众的旅游统计。下个新闻，王小琪，花莲报道。